我昨天是不是喝醉了？我昨天是不是喝醉了？我昨天是不是喝醉了？我问的。我还哭着向你表白了。我问的。我是不是还亲你了？我让的。哎，对不起，这太冒犯了。 感情方面，我竟然超过了我们老板的敬语。太快了，我们准备好。快吗？快啊！结婚就像化妆一样，一个步骤都不能少的。两个人刚认识呢，就像护肤；在一起相互了解呢，就像妆前。 谈婚论嫁才是底妆，你这一下子过了好多步骤。那能不能再合一？不能。可你刚刚录 CC 妆的时候，不是说开始有点吗？可是有优点就会有缺点啊。可是你答应要嫁给我了呀。我是答应没有错。可是这也太快了嘛，而且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儿。你见过我爸，我见过你妈，我们彼此都了解对方的家庭，和对方的家人都相处特别好。 但是我总觉得还哪里怪怪的，少点什么。可是我们现在都同居了呀，和结婚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好像是这样。你是不想嫁给我了吗？我想啊。那现在。哎，神医，还是太早了。那我们中午来。算了，就现在。 我发誓，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。走。哎，我们去告诉大家吧。 好啊好啊，是不是要买喜糖？对，买喜糖。走。